苗栗县政府高庭院呢，也给年度的预算修编呢211.3亿元，也调系水出的预算，同去年来比就略略的增加9亿4700万元。不过也引起人民质疑，有条内容根本就没必要。苗栗县议会国民党团早晨开会就提议过，要删掉2到3项经费。故说要按你做，有可能讲苗栗县也26年来预算编呢，就唔会本年削减提嘅记录，就会开始今年改变。苗栗县议会国民党团从业早晨的县议会开党团会议，针对苗栗县政府110年度预算进行讨论，税业税出各家列大概9.47亿元的经费，主要系重用工程的补助款，同县市比发展沙埔治水一等预算增加。部分议员认为，考虑到县政府的财政前景，香港经费使用的急迫性同震动性，尚未削减部分的经费。有部分的议员针对今年度苗栗县政府所编列的预算，有提出了2、3个地方哈，他们觉得不是那么恰当，想要予以删除。那当然，站在我是议长的立场啊，我也是国民党籍，党团如果提出，当然我是尊重。面对苗栗县议会26年来针对苗栗县政府预算盲实削减就要破纪录的苗栗县总只有从表示遵从议会的决定，不过不十分认同。先沟通嘛，哈，沟通。如果说认为说，确实是一些的，比如自爱难行啊，或者不实的编列，那我们也要行政单位用很负责的态度来去面对。除了针对苗栗县政府总预算讨论以外，苗栗县议会国民党团未尚爱针对进口油车用钱的重要，提出苗栗县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实施条例修正草案，一开始要用总的检验出油来客到把二做基础，来保障民众食的安全。下个新闻用电脑苗栗报道。